是春天就是去野餐，去野餐。出发，出发！点解你好似咧要偷渡咁样嘅？我去当新兵嘅，要当咩兵啊？喺韩国招兵，外国人都要做。佢叫我带羽毛球、羽毛球啦、棒球呢啲啦，跟住叫我带张席啦，带我带个露营啦。咁你负责咩岗位啊？我负责去就食嘢咯。早晨，我是 Eunice， 我子琪。我哋今日咧嚟咗金浦附近嘅一个 camping 场，而家扎紧营啊，有两个 friend 一齐嚟。今次我哋第一次嘅 camping 体验，我系。是啊，好攰啊！我想翻屋企。佢乜都冇做过，已经开始好攰咯。我是城市的小孩。港孩。我是啊，呢啲咁原野的生活真的不是很适合我。正啊，呢啲。加油啦，你哋！我食嘢啊，好肚饿。拜得命。你而家系有事啊？Spiderman 會不會太正啊？ Damn， 電線超想吃。好彩有大佬帶住，我哋第一次 camping。好得第一次啊！是不是去 camping 吃特别好吃呢？跟平时不同呢，因为你吃的是气氛。是我都要快点吃了。刚刚我说去吃气氛，对不住我说错，真的很好吃的，不关气氛事的。你从来都没有看过自己。现在中场休息，刚刚吃完有少少饱，要玩一阵先。玩完掉波波，仲要打羽毛球。哇！点啊？打人！球被佢打人。好弱啊佢！你都未见过大蛇屙尿啊？我真系未见过啊！家俊玩咩啦？而家休息一阵先，有啲攰啊！黐线，玩咗几耐？你玩五分钟都冇。惊艳陈豪，陈豪最近嚟咗韩国啊！听讲你之前喺露台瞓觉喎。咩？陈豪为咗唔传染 cover 俾佢仔女，跟住瞓喺露台瞓觉啊嘛！哇，好新奇嘿！新奇，新奇嘿！新奇嘿！咁样磨粉。果然是陈豪，不过我见陈豪咧用手磨粉嘅，佢用机就渣啲啦。大家佢啱啱问咗一个问题，就是咖啡豆可唔可以生食？佢而家准备生食俾大家睇，系咪得噶？系咪好似朱古力豆咁样噶咋？你试下咪知咯，硬啲嘅豆咯，系冇味咯。哦，慢慢渗出嚟啲味，好。好虚啊佢，佢唔系食物嘅味道，而系气味咯。咁你推唔推荐大家食咖啡豆？唔系好推荐，因为有啲太虚，食完好似冇食过。真，而家开始入夜咧，太阳落山，跟住就开始冻。要飲翻杯熱咖啡，熱咖啡。為你斟滿些，默默斟醉咖啡，連熱斟到死。對面感到好尷尬，恥笑緊我哋。點啊 ？camping 嘅咖啡係咪又特別好飲啲啊？好飲過公司嗰啲咯。你啊 ，Infinity。點解你
又食圆形芝士，咁啊食完长条形噶咯喎。呢个芝士嚟噶嘛？系啊。我哋整紧咩啊？而家。Nutella 香蕉。Nutella 香蕉。如果我唔够舒适嘅，眼一波就。摇身一变，朱古力香蕉，朱古力姜香蕉，小心热。好惊。嗯。系咪好甜好腍啊？嗯。嗯，阵味都 OK 喎。嗯，同我个香蕉炒牛差唔多。去食啦。好。嗯。好似香蕉布甸咯。香蕉布甸系咩嚟噶？你有冇食过咩？猫之布甸啲 friend 啊。跟住仲有啲长提子。唔知呢个系咩品种嘅提子，好似茄子啊。太阳落山最好的活动是什么？月色来的吃牛扒。我们现在整牛扒吗？整羊扒。整羊扒又是时候吃了。我们吃足全日。太阳落山最好的活动是什么？吃扒。给你掌声。我哋而家玩完啦，要执嘢走啦。虽然而家系8:00，但天已黑晒，我哋要撤退啦，拎翻出嚟。